上周末吴奇隆和刘诗诗大婚，几乎请来了步步惊心的所有主创，但唯独少了一个人，八爷郑嘉颖。于是郑嘉颖和龙师不和的猜测一时间甚嚣尘上。对此郑嘉颖委屈地回应说没受到请柬，但好脾气的他也不忘为昔日搭档打圆场，可能他们知道我懒，因为婚礼地点太远了。新闻了再见，综合报道。